大爷，这俩人吃一碗面够吃吗？够了够了，给我姑娘吃。来，姑娘吃面。姑娘快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姑娘，这节课程多不多？你累不累？哎呀，还行还行。你少玩一会儿手机，对眼睛不好。哎呀爸，我知道了，你烦不烦呀？哎爸，你怎么不吃啊？爸在工地吃好了，你吃吧。姑娘，吃口水。门口等我啊，我马上就过去了。爸，我先走了啊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怎么了又？没事，你要是放假了，就回家看看你妈，她想你了。知道了。哎，又浪费了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我还吃呢，我还吃呢。谢谢谢谢。爸，爸在工地吃饱了，你看你不吃就浪费了。哎，生活费，生活费，生活费。刚着急给你送钱，没顾上换整的。姑娘，你可千万不能委屈自己，没钱就和爸说，爸有钱。转身泪湿眼底，多想和从前一样，牵你温暖手掌。嘿嘿，没事儿，不小心碰了一下。